哎，这赵信好像对我有想法呀！不行，我的眼得坐右边。他从认，最起码要逼我一个闪。被他捅到最少是一个闪。你有眼吗？有眼，帮我给右边这块做个眼，等会儿。怕这个赵信搞我。去下了，你可以反他野呀，感觉。嗯，把他蓝给吃了。他来了，你能蹲吗？帮我反蹲一下。可以。Nice。这赵信。去吧，可以反他了。快点反啊！他活了已经。可以打完。他崩了呀！抓完下，然后死了，蓝又被反，他有点太难受了呀。他现在应该在这里。没事没事，我把这波线推了，我毙了。OK， 我很肥，1500块，巨款。欢迎匪军也疯狂，欢迎何清，能杀吗？哎呀，好扭，好像死了他。杰好像去了，能杀赶紧杀，在路上了这杰。杰人呢？还我睁眼来了，能来吗？可以。然后我拍他睁眼，你就蹲着。这个赵信很有可能在附近。哎呀，我没闪，我以为我是闪的。没事，杀不掉也没事。算了，让他走吧。这蓝给你吧。也行。来了。
他大招没摁出来，他有大的。这个杰是有大的。哎，你上可能要死啊，这一个人不可能上的，走吧。这赵信可能会来找我，我再想再吃一层的。很好，算了，我感觉我不能回，我一回火男一来，结网不敢，你们炸了。先不着急回，玩命回也没事。我闭了，结局下了，结局下了。他又回来了，那我这波避吧。现在还是该防还是得防点这个赵信的。这波杀不掉他也无所谓，把他血量压下来。嘿嘿，怎么说？觉得我杀不掉你？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我们的下路这么难受吗？完蛋！算了，我闭了吧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想出个杀人戒，整一个吧，等19块钱。可惜那防御塔再一下他死了。你从这儿下去吧。这儿或这儿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他跑到这儿了，应该他走了，杀不掉了。
这女警真觉得她真觉得她能杀掉我，她想再 A 我两下接个大的。害怕吗？这女警还是没分清大小王呀，我得帮这个上了。想跟我抢这个炮车，斗智斗勇的一天。我在。这杰直接裸个影魔刀了。说实话哦，兄弟们，这个版本我感觉维克托挺强的，战士装削了，然后小重伤就有800，就有40%的重伤，大重伤应该有10点法穿。哎，他这个穿透呢？这英文字母是啥意思啊？而且战士伤。战士一削弱，对于维克多来说就很舒服了。哎。先把耀光做出来推塔吧。这女警我操，跟我斗智斗勇的。我就知道他要放大招。
推了吧，把二塔推了。哇，你好肉啊！推了推了，我有耀光，推很快的。